那过去其实有研究发现，其实女性死于这个心脏病的比例比乳癌高5倍。大家可能会想说，哇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因为实际上我们女性有一个叫雌激素的在保护着女性，比较不会受到一些胆固醇或是一些心脏疾病的影响。对。但是因为随着年纪增长之后，这个雌激素会下降。好，那还有包括像可能我们有做一些子宫手术，那这类的部分都会让女性的雌激素下降之后，血管弹性变差，然后有高血压，然后进而就变成可能容易发生心脏病。OK， 跟男生的这个并发症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通常男性的心脏病大部分是以这个心脏血管阻塞为主，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心肌梗塞会比较多。但女性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些像一些非缺血性的心脏病，像高血压或是一些瓣膜疾病比较多。那我们会常常听到像什么二尖瓣脱垂，对，这类其实在女性是比较多的。哎，很多哎，我真的认识大概10个里面有8个有二尖瓣膜脱垂。我就有啊，然后瓜哥也有。其实二尖瓣脱垂的成因很复杂啦，那当然最常见的还是一些家族史。那当然像这些症状实际上都是可以靠生活调整、饮食调整来控制。是啊，那也不是说有二尖瓣脱垂表示你一定会猝死。对，那只是说你要很小心一些饮食啊，生活作息要稍微调控好一点点。部长，我有个小小的问题，因为有时候我会感受到心脏停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慢你们都不会吗？拉一拍吗？就是会忽然间会有一个停下来的感觉，你们都没有？我有时候抽不到那口气的感觉。对，有时候会有那种。那我想应该是大飞的这个年纪很轻了，因为35岁以前的年轻人最常见猝死原因是心率的传导的问题，他心跳会不规律。那有时候不规律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平脉跳得非常的快，那有一种就是突然就是跳一下不跳一下这样子。那所以如果万一有这个症状，应该要尽早就医做检查。现在可以打疫苗，我们要好好珍惜你。没想到一次看一次少一次呢。对啊，你要小心我啊，要珍惜我，听到没有，制作人？想干嘛？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猝死的成因是什么呢？其实猝死的成因有最常见有5大类，但是有4大类都跟心血管有关，其中1大类是脑出血，那另外4大类的话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心肌梗塞，还有这个心脏传导的这个就是出了问题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主动脉剥离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肺动脉栓塞。后面那2个听起来很严重呢，对，都很严重。所以呢，而且其实这个东西好像发生很快，短短几分钟就要你命。如果你没有在1小时内把这些问题找出来的话，他可能就会死亡。所以通常我们发生猝死的地点，如果是在医院外面的话，其实最后救回来的比例只有7%而已，就是100个人只有7个人。而且他可能救回来也有一些损害了，可能就是一些脑伤或是哇。你们听到病变真的哦，就是说短短你看过去这不要说2020年啊，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，很多的这个知名人物猝死事件，对，然后都已经非常多例。你看这2020就多少了，没错，2020从一开始那个大家现在就很知道那个大姐头，罗姐她就是这样，然后还有影帝吴鹏凤，对，然后还有刚刚讲到的那个谁嘛，金曲歌王，对，然后还有高以翔，以翔也是，都是这样子离开的。